早上的大集啊，这德州这个集啊，人非常多，老货也多，咱们看看能不能买点啥呀。昨天跑了一圈就买了仨东西，哎呦喂，爽啊。这边转的时候可得小心脚底下，踢了碰了就是事儿。这多少钱？这活多少钱？2500。2500？那太贵了，还是个坏的嘛。2500，有点贵。这多少钱？8500。这咋这贵了？给8000吧。有个客啊，大哥。不是块钱一个地方玉吗？哎，我操！我操！这我先看看吧。那东西路粉倒挺高啊，青铜器的一个小喜子，但是有个科他要8500，我咋还价？还不了价了，直接。可惜了，这瓶不好。这瓶多少钱？这个啊，5000。哦，他那样还得5000呢。太可怕了！那好不容易在咱这儿了。那个多少钱？啊，那个6000。6000，光剩一万一个不吱声。你们那都残成那样的，盖子6000，都残的。全是残的。这花菇多少钱？3500。啥毛病？哦，有条线是吧？哦。哎呦，也是个残的。尽量先买完整，实在不行回去抱几个残的好看的也行。哎呦，坏了，这不错，找个完整的好难啊。这都是教书的，这边是好学生，这多少钱？3万5。3万5，啊，这弄牛逼。戴着个面具，都抓住。猪八戒的面具。这好，相当好。这不是右里红还是？这不是右里红吗？紫金右吧。身上你看不都是右里红吗？你看看。哦哦。都是右里红。哦，龙身上右里红，对对对。啊，全是。骨纹。不都是右里红吗？少见少见，确实少见。少见，确实少见。这多少钱？6000，有点小贵呀、啊。哎呦，一个残的小罐6000，怎么玩啊？好难买货呀。